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丽。真的好久没给大家更新视频了，现在卷的头发有点傻傻的，大家不要在意。真的挺抱歉，就这么久都没有给大家录。前段时间就在学习，然后升大学这样子。哎，我这下面怎么红红的？刚刷酸刷的有点红。学习啊那些七七八八的就也挺忙的，主要还是不知道在 B 站给大家更新一些什么，然后就一直没有回归这样子。唉，真的挺抱歉的。然后这么久我终于来啦。也希望在下班时间大家多多的支持啊！刚刚那个时间到了，也不让我继续录了。我这一段视频我就不剪辑了，我就给它拼到一起去。可能聊的比较语无伦次吧，就怎么说？后面更一些助眠的，再更一些自己的日常。我最近也变化也蛮多的，现在坐在自己的沙发上。不知道我的老粉还有多少，没有关系啊，就自己跟着玩一玩吧。后面，然后我现在在打暑假工，也就是学我自己专业的一些，在公司里面实习吧，差不多算是这样子。就时间也不是很多，就尽量挤出来一些时间给录视频。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录视频的。好啦，差不多就说到这里。下次更新是什么时候？应该快了，我相信我会早一点给大家更新的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这样，就瞎说一些闲聊吧。再见喽，拜拜。